OK， 大家好，我叫施信宏，今天是礼拜三，我们现在是在加帕多加，土耳其加帕多加，这个地方叫做 Greme Open Air Museum。Greme 的意思就是说 Please see， 请大家来看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背后这些东西，它是火山爆发以后火山岩所造成的。所以以前在初代教会，当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就是躲在这些山洞里面聚会。这个地方也是最也有以前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也是 San Basso 的一个修道院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刚刚参观的那个。这个叫做 Apple Church， 然后又再下来要去参观一个叫做 Snake Church， 然后就是这样。